那个料伊就随口食，伊只寒要炖也阿妈，阿妈要炖也可以。马上就来，林志宇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古董，古董。你要不要照相？你要不要照相？我把它照，我觉得好可怕。哦，未可怕啦。你来到我家，叮咚，会感觉讲很自然，自然的物件就是自然。嗯。哦，啊。